为着要让游民众唔通买来源不明的烟，并且杜绝掉非法的倒税，南区国税局新业分局日前伫新业的民地市政中心头前的广场办理税务宣导活动，带来专业的表演，让参与的民众欣赏到美妙音乐。除了草地音乐会之外，东港也安排了趣味的魔术秀、参观填问卷、送好礼，还有看影片、抽好康等等精彩活动。另外，还有魔彩，包括着43寸的电视、电锅，还有礼券等等的奖品，拢总送予在场的乡亲。今天活动棒不棒？棒，对不对？好，好，来，分局长帮我们抽出二奖，唱名三次哦，一定要在现场，就先举手。就是的，可以先太多了，尖叫一下，来来，我们练一下。290。这个活动吸引了侪侪民众到场同欢，南区国税局希望透过趣味活动举办，达到宣导的目的，好民众拒绝输烟，保护家己的健康。南台新闻王伟德新闻综合报道。